为了鼓励本地消费，以增强我们经济复苏的动力，同时推动电子支付工具的广泛应用，预算案建议推出电子消费券计划，相关的细节上个星期已经公布，合资格的市民可以在7月4号至8月14号登记，分期领取消费券，其中首期2000元的消费券最快可以在8月1号就收到了。我期望各位商界的朋友都推出相应的推广活动，增加市民消费的意欲，大旺我们市面的气氛，让这个消费券能够发挥乘数效应，加大对经济的裨益。